歌神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去到第67场，终于回到他的主场香港。张学友的24场红馆演唱会这晚正式开锣，吸引到容祖儿、舒淇、苏诗王、金燕玲、何超莲等入场。和黎明早前坐在这里唱快歌的 style 相比，学友就比较活泼，除了继续有他的绝技一字马之外，大家都惊叹为什么学友62岁还这么扭得啊。入得嚟睇 show 嘅观众，除咗想睇学友抹一字马，当然都好想听到佢最杀食嘅情歌。而在开 show 前，学友和团队都有在场外进行拜神仪式，祈求一切顺利。现场有过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等候学友现身，学友亦有向歌迷挥手以及合十道谢。